Everybody， 我是战神瑞穗，今天就是做我的Talk Talk系列。今天我要Talk就是咏春了，相信大家已经看了叶问四，对不对 ？Yes， something like that。我今天不是来剧透，也不是讲这个电影的心得，今天我是来讲咏春到底它是哪里来的。好了，黄金开训时间了，我们抓紧时间来吧。咏春源自中国南方广东佛山，创始人是一名舞梅师太，她的原名叫做朱红梅，原始人是一名女子。哎，你们感觉会不会感到意外呢？并没有。在咏春被开创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也许它像叶问一里面，大家一开始对咏春看法一样。等一下，咏春不是给女生？事实上呢，咏春并不是女生学的，而是一套科学拳。咏春它的特点就是攻容并进，攻守皆备。它讲究是快准，它不严密是防守，它是攻守皆备为主。讲求是效率和自保。我们可以从叶问的徒弟就是李小龙，他所开创就是截拳道，他十分比较有特性，因为截拳道是李小龙对咏春的特性进行改进的改创，让其更加具备快准攻守皆备的效益，更大化显示出来。我们以后再讲这个截拳道，我们先讲咏春这个主题先。咏春开创之后呢，很幸运流传下来了，这个传人就是袁咏春、苗顺、文化宝、陈华顺，我们大家耳熟，叶问和李小龙，就和电影描述一样。直到叶问这一代把咏春从佛山带到了香港，接着跟在香港开了间武馆，传授人们咏春拳，并逐渐的把咏春带到全世界。在叶问这部电影之后呢，咏春获得了大众的注意，因此很多人开始学起咏春了，就连马蜂、钢铁侠那个演员小罗伯特也开始学习哟。咏春的确是实用的拳法，没有过多花哨的动作，讲究是效率。除了健身以外，有人选择把咏春当成是自卫，不是自卫啊！这拳套并不是打倒目标，而是尽量想办法用最少的动作来造成更多伤害，从而快速打倒歹徒的弱点，并快速逃离现场。如果大家要补充什么地方，或者是我有讲错什么地方，欢迎大家下方 comment 哦，谢谢。Ending 之前，我要问你们一个小小问题，请把你们的耳朵挖干干净净，谢谢合作。请问叶问是第几代咏春拳的传人呢？大家可以 comment 正确答案，我会在下一个影片揭晓正确答案。好了，影片到尾了。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我的影片吧，请记得按 like share 给朋友看。如果你是新来的观众，请记得按 subscribe button。如果你是看到订阅，你按上去。如果你是忘记我的影片，不要紧，你按这个门铃就可以了。放心，这个五个 button 不咬人了。如果他真的咬你一次，你跟我讲，我就叫他练我的咏春拳了。没有，开玩笑吧。好了，等到我的新 video 啊，拜。